不少人啊都将观赏极光列为一生当中必修的旅行课。和普通人在地球的表面看极光不同，身处空间站的宇航员们在太空中从不同的角度也能够一睹它的芳容。绚丽的极光仿佛为地球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绿纱。当地时间的23号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杰克·费希尔把这段在太空中拍到的极光视频上传到了社交网络上，和地球人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瞬间。极光是一种绚丽多彩的发光现象，其发生的原理是由于太阳带的电离子流进入了地球的磁场，相互碰撞而产生的结果。